我们是全组最衰的，就是。我们就开始练我们的歌嘛，就练很开心，然后把舞交给全部的团员们。在练完的隔一天，收到消息说版权可能会有问题，所以不能用。我们今天大概空坐在舞蹈教室外面快一个小时。我们现在要解空吗？等你们确定好歌。后来我们就换歌。然后不能想起你的。你要干净的结束还是？好像可以。然后不能想起你的。我困了。还好，好。另外一支舞练完之后觉得太好了，后来就说这首也不能用。我们就怎么办？然后我们就看着，眼睁睁看着我们的队员们就是唱得非常好，最后我们。听到就是第一首歌，也就是浓妆摇滚版权 OK， 我跟莫西直接啪爆哭。他们压力。版权过，不管的，突然都可以唱。我们歌终于不用换来换去。哇，被抓包了。刚终于得知我们的歌可以唱了。是我们怕拖累的。爆哭之后，莫西瞬间没声音，他瞬间感冒。我想你们必须要有一个人 stand by 帮他唱，万一他的声音没办法恢复，你一样做你的口型，就是说你们有一个人，好，你可以帮他唱。那个我副歌可以唱，可是前面不行。对，所以主歌你在幕后，你帮他唱，你一样从你的嘴型，这样这个事情就解决掉了。因为这是团体的东西，所以是没有问题，这是表演。莫西现在还不能说话，因为他严重感冒，而且打了2-3次针，都还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看状况，反正我们已经有备案了，那就希望他正式比赛那天他可以好起来。在这时候想你，可是我心不顺我意，啊，你的影子填满屋里，啊，不去想你真不容易。梳个漂亮时髦发型，嗨，都快很冷，颓丧心情，怎么可能？是争吵在勇气，无他踪影，双双对对是那么热情。嗨，为你独行 ，Go disco dance， 让我活在黑夜里，不要让你看到我流泪，哭泣的脸。Go。欢笑人潮里离去，让我
为什么那么开心的一个表演，后面哭了？对，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就决定要选这首歌，因为我是一个舞痴，然后我们好容易练好了，之后隔一天被通知说版权有问题，那不然我们赶快换一首歌，所以大家也陪着我们练了两首。练完之后，当天晚上说两首版权都不能用。哇！然后后来就是制作单位非常非常帮忙，就是帮我们终于回到了就是原来这首歌就是农庄摇滚的版权这样。对，所以能够唱完这首歌，我们已经很开心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叶柔唱歌了。对，我两次都没唱。你在我心中是那种天才型的歌者，我觉得听你唱歌的时候一直会让我觉得你值得一个舞台。谢谢老师。然后莫西中段有自己的一段 solo 的舞蹈，我觉得那个也帮你自己有加分的。谢谢老师。对，其实刚刚唱到一半，你们其实他从旁边跑进去的时候我有点吓到。但我觉得应该那个应该是好的吓到，就是我蛮喜欢你们的表演，还有音乐，还有歌唱，我都蛮喜欢。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我原本看到叶柔在台上的时候，会以为她是一个舞棍哎，就是你摆出来的神态跟那个胸有成竹的样子，所以你刚刚说你是舞痴，我还蛮吓一跳的，表示你。真的有豁出去，包括最后妹妹站在中间，然后你们一起摆 pose。我看到的不是那种大秀舞技，我看到的是开心。你们每个人都因为这段表演而把自己放到一个很开心的地方，那这当然就是也会让人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谢谢老师。嗯哼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大家跳出来，就是又加吓到的那个地方。很棒，很可爱，然后那边的音乐也是，最热闹的，然后气氛非常好。就我觉得很像那种各行各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快闪银行上班，或者是什么老师，或者是工人，你说市农工商的感觉，对对对，有一种有一点那个感觉，对对 对。但是重点是大家共同点就是都很开心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恭喜。